每一年都举办是最大的活动，全国都非常的重视我们这个活动，尤其是因为战争的纪念这个文化祭啊，有大家的协助帮忙，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文化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，来发扬光大。在这里再次谢谢大家的辛劳，也让我们的活动明年一定会办得更好。在这里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谢谢。